是那是我不住赞美你神，你是那是我刚强壮胆的神，你是那是我征战的胜利神，你是那是我抬头仰望你神，你是那是我不住赞美你神，你是那是我刚强壮胆的神，你是那是我征战的胜利神，你是那是我征战的胜利神，你是那是我征战的胜利神。哈利路上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们。孩子，今天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，不论你是在人生的低谷，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，或是你处在人生的高峰，是你现在是你人生最精彩的时刻，一直都与你同在，我一直都爱你。在这个世上，人没有办法给你们的爱，只有我可以给你们。世界末了的那一刻，
来触摸你们。你们知道，我是那一位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挫折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。都是祝福。
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是大声的来回应我们的神，感谢他这一年的带领，每一步都是盼望，每一步都是恩典之路。谢谢你赐给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敬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